小月，哟，吃这么素啊？啊，没关系，看这个，呵，咋样？嗯，蟹衣饭，老汤，祖传酱牛肉。来一块这个，带劲儿的。嗯，哟，怎么了？是这味儿啊？哪儿不对吗？挺好的，就是没什么胃口。怎么了？哪儿不舒服？没事儿。月儿。你这身子要是不舒服，有什么事儿，你可一定得跟我说啊。嗯嗯，我觉得你离我越来越远了。什么意思？月儿啊，你现在净说这不明不白的话，挺吓人的。干嘛呀？我什么时候离你远了？你看，还能比这更近吗？你身上香味儿我都闻着了。嘿，哎，嘿，我，你打哪儿冒出来的？什么打哪儿冒出来？你给我你干什么呀你？那天我那么问你，就仨字儿，不知道。感情，跑这安逸外家呀？你跟着我是不是？你呀，今儿我没工夫搭理你啊。哼，我呀，今儿是特意来拜访娄老板的。什么事儿？是这样，明儿樱花公馆重新开张，皇上也来，点名要听您的游园惊梦。娄老板，赏个脸吧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明白。您看。这是之前那份意思，明儿只要您去把戏唱下来，事成之后的那笔包银绝对亏待不了您。我还稀罕你这点钱，当初你去于家班闹事儿，让于班主把我轰出来，怎么没想到有今天？怎么没想到今天呢？我这不是为了你们好吗？你说你哈兰，我妹妹丽华，你们仨天天挨这儿闹，哈兰又是这么个人，我怎么个认？他也拿不出个大主意，你说最后怎么办？你们都得把自己逼疯了才好，是不是？我这不是为你们好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回去吧，我不唱。不是，皇上的面子你都不给，还到不了皇上那儿，就你的面子我就不给，请回吧。退一声，听见没有？滚出去！娄老板，这事儿您也别失小性了，您再好好考虑考虑，行不行？不是，娄老板，这事儿您可……娄老板，人家都不理你，咱那么没羞没臊的。您啊，再好好考虑考虑。出去。出去，哈兰，行，你给我等着。一会儿我还来呢。哎呀哎，麻烦了麻烦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怎么？我把这臭钱还给他。哎，你干嘛？别介，那不便宜他了吗？戏咱不唱可以，呵呵，他的钱不要白不要。皇上，嗯，哈兰，你坐着别动，我有主意了。童子华，回来。哎，怎么着？游园惊梦我唱了啊。刚不是还说不唱，这怎么又唱上了？你要再废话，
我还真就不去了。哎，别别别，姑奶奶，您去您去啊，那就让哈兰给您好好说着。成，劳您辛苦，拜托。万岁！皇上万岁！请喝茶。嗯。神仙那个，嗨！皇上，这是我特意从日本带来的煎茶。请您品尝一下，味道如何？嗯，不如中国的绿茶。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参加外省活动，最近见了蒙古王、俄国人，但是我还是希望皇上能够自重，尽量少一些外出活动。你谁呀？这么跟我说话？啊，是，多有冒犯。但是，我还是希望你有什么事情，可以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。你们是怕我外出，有人要暗杀我，背后放冷枪？哈，皇上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哎，我怎么听说那天我去蛋糕店是你们背后打的黑枪啊？皇上，这太可笑了，我们保护你还来不及呢，怎么会伤害你呢？哼，因为你们想警告我呀，只要我出去你们就给我脸色看，不是吗？皇上，司令官的意思是最近局势动荡，应该尽量避免外出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们管得也太宽了吧。是，自可以有个哪一个记得今何て言った？お前は誰だ？我是樱花公馆的总经理，我要求你为你刚才所说的话向皇上道歉。丽华，他们说我什么呀？童さん、これ以上角を立つのは。皇上，刚才司令官先生跟您说话没有用敬语，所以我要求他向您道歉。非常抱歉，我对我刚才不合理的言行跟您道歉，但是我没有不想让你出门的想法，我只希望你能注意安全。童小姐，麻烦您到外面看一下，戏准备的怎么样了？